兄弟，我都聊了没？十点多了，十点多了八点钟，那带了馍馍，那爸爸要拿了我吃，我都聊。好吧，今天连着活动还没组织队，还没做好点活动，也十点多了。哈哈。我洗个手。啊，那你去快洗吧，干不了了。红嫂，正怕你煮的窝窝头，大家听得懂不？就是红嫂爸爸，红嫂爸爸窝窝头。早晨吃的早，到了十点来钟就饿忙了，还多少活没有做，吃两个窝窝头。快点吃肉，你还能凉起来没收哦。那个灯的还是就是说这个没有，它是装过的，遇不到那个玉米窝窝头，玉米窝窝头灯的就不能吃了，吃了就要伤胃。红烧是怕的没事，赶快吃了干喽。干喽。